好，啱啱先揾到個位可以播下戲咁，大佬。執啦，我恭喜佢執啦，佢CTV都執咗。Room 啊，冇啊。CTV 都唔知，嬲啊！佢呢只 game 個 CG 咧係用三角無雙嗰個 CG 嘅，嗰啲關羽、張飛啊、曹操咧都用一樣。好靚啊！以前。呢份宗師法嚟。系靓啊，不过用老 game 我完全唔中意玩。即系呢只 game 用老 game 好好玩噶，我觉得我好中意玩呢只。即系嗰类咧，如果你如果用老嘅咧，会撞爆张台嘅。摩托咁鬼平嘅，日本仔啊嘛。依家用老 game 玩啊，今晚二百万啫，唔敢赌嗰个曼城喎。呢个系小布公仔咯，系啊。电脑啲配音系亚视啲配音嚟嘅。我依家喺边度打紧咧？睇下先。打屎配音嗰啲人嚟嘅，一 B 啊就打紧，应该。不过你嗰边睇呢只 game 你中唔中意玩？呢只 game 系我曹操第几集造型嚟嘅？呢个系呢只系 PS2 年代嘅第一只三角 game， 即系无双都无双二都未出嘅，嗰阵时嘅张飞同刘备同关羽嘅样子。都系啲画质。呢只系 Cool 噶，但入到去好靓噶。系咯 ，OK 嘅。之后出咗第二集就冇出过啦，我会俾啲废章踢下。我会打埋，我会玩埋第一集嘅。第一只 game 系战棋 game 嚟嘅，不过入到去嘅时候系 3D 噶，即系打仗嘅时候系 3D 嘅。我记得唯一一玩过嘅战略 game 系呢个有卡拿啦，有卡拿啦。正，佢唱咩啊？卡拿，系嗰啲唔知咩机械 game 啊 ？G2 啊？普通翡翠台。翡翠台。啊！呢个中咗，我先听到有事咯，依家听到越嚟越啱噶啦。佢踩过我头之后真系好怪，我觉得好似咸蛋超人，真系怪怪地个头，踩过头啫。Jamie 系啊 ，Jamie 个头啊，踩过我之后剩翻个三角嘅头，唔系剩翻少少头发个头度。呢个 game 可能系啦系 ，old school 啲啊，我都觉得。罗宾好型啊，罗宾。不嬲咁型噶啦，起真系怪怪地嘅，铲光头之后，佢滚条好粗，系咸蛋超人啊，好明显，咸蛋超人啊，冇错，爵士嗰啲啊，爵士嘅发型啊，芝士好型啊，罗宾，啱啦，可以弥补呢个而家冇左中场嘅位置啊，纳加摩托 ，I'm loading， 我顶你。I'm loading， 真噶？你估下？定我开得太高啊？嗰个关唔关事啊？开得个 B 比？我又冇 set 佢高，冇 set 佢个咩咯？质素 quality 啊 ？Bitway 系咪有冇得改啊？个 Bitway 改得太大，咪会大家捞唔到啊？我改到3500，咁高啲咯？系嘛？系咪唔得噶？我搞2000，两万啲咧捞唔到咯？2000啊？同埋电脑快啲，我叻机咯。2000啊，等阵啊，我改翻。太高令到啲人叻机啊！我见到因为嗰次 cheat send 咗张信话咧，话俾我听话，你都系改一改你个 bitway 好喎、啊，咁样。佢真系发声太大啊！佢话你改一改 bitway 好、啊，佢话你改3500啦，我建议你。试一试先。佢声发声太，那 set B low 啊！即系可能你开头先。哦。所以 set 封信嘅，我重新睇啲 setting 咯，小心一，唔系佢叫我加大 setting 啊，加大，系啊，佢话我2500，我好似 set 1800嘅，佢话1800太低，叫我建议我 set 3500咯，可能佢要提升画质啊，哦，真啲，真過哦，等等，八，七零。有啲亂碼不過，
我觉得可以揀戰法的。我唱的呢基平是什么？我一期土这个是攻击袋。有些乱码。单期土这个是。单期是高登放 iPhone， 见到上面200万买。高登就放 iPhone。我昨天去现时点见到那个傻佬咩添啦。16G 金色放14000，冇人买喎，冇人买啊，一定冇人买喎，系四蚊两个人，16G 啫，搞人都唔知会买，买 pass 我仲要，千几人，冇睇错啊，千几人，一个人冲入去劈咗千几人啊，黐线嘅，经过无伤喎，系啊，关羽啊嘛。唔系佢单骑土都会带埋其他人冲嘅，即佢嘅意思系咁低能嘅，但系好正嘅呢个 game， 好即系点讲？啊冇事啦，而家冇杂种，睇下点样特打我先。系刘备系最鸡嘅喺刘喺蜀国里边，同真实一样。刘备嘅真知最鸡啊！喺呢个 game 里边系，系啊，系。夹击。之前中咗枪之后，乜事都冇咯。有添，仲要正哦！张飞一齐好，蜀国系好劲啊，不过都唔够。蜀国系劲，不过都唔够，唔系喎，蜀国都唔够吕布劲，吕布超劲，不过吕布好少人咯，吕布一个打晒。单骑土，等答完。你在玩的什么？这只Lock有没有玩过啊？看看先，有没有玩过？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啊，你可以看看，这只game很过瘾，很热血，用脑game啊，是啊。我先打个女，我用到爆，用到打个吕布，吕布系最终个将，吕布得自己一个同埋佢个女，做咩啊妈？我屌！系啊，你会见到啲人仔喺度打仗啊，鬼过瘾噶！佢好似全战咁啊，我中意喎真系。都似嘅，但系佢系啊屌俾人包围，战棋咯。屌挂住讲俾人包抄添。舊式的日本 game， 舊式的日本 game， 但是做得挺好的。又来了，关羽又来了。通常是舊式的东西才剪到越来越难，看越新的东西就越来越易。关羽自己冲是打2000的，很厉害。关羽是最癫的那个。这是最癫的那个。这字有点乱，我试试转一转那个，转一转那个模拟器先。炸3000几喎，大佬。哈飞同小沛、张飞练晒马嗰啲字算数啦，唔紧要。人嘅
截咗好多波嘛，今日讲。塔斯都有啊，系咩？佢有好多分支嘅，你可以打佢啲分支嘅，唔系净系打，系咩？我见到有人抽到思路啦，我都想要啊。诶，我都唔系思路唔系打嘅咩？知啊，我就知人哋有个思路铺咗出嚟啊。咁好嘅，唔知系打定抽啊。我仲未更新到啊，佢嗰个更新，即系维基嗰个。哦，唔知道有咩打，即系佢嗰啲资料都未整好。我整个 post 唔知死咗未？死好啦，死好啦，入得啦。咁你睇翻嗰个呢、這个，嗰、這个手机嗰啲好多，睇唔到嘅，富贵手机。啊，仲系睇唔到啊？诶，睇到睇到啲数值咯，睇唔到点打咯，但系啲有几问题咩啊？新咯，都系噶，好嘢个网友死咗啦，真系死咗啦！啱啱入到去，跟住 HF 五一下，即系又死咗，吓咁搞笑嘅。系咯，最大啲嘅做咩啊？先仲有做最大要，真款幼稚。你咁搞笑嘅，你做咩入嚟玩下机嘅？你咁搞笑啊！我冇开啊，个风扇你开嘅。真知你个台啲人嚟噶？边度？白机，白机咯。系星王叫做挂机咯。头先有个巴打话，好似话话喺手机度睇。咁搞笑嘅，你肯定系玩《要素安拉》嘅。系啊，头先话你手机都唔到跳都。你喂，先知你知唔知张飞头先单期都扣咗5000人，一个人自己打。5000人，你又知嘅？见人张飞你识条身咩？佢一见佢又打到啲人啲嘢嘅，系好夸张，激励佢先应该我。上半场都未完，你估下车仔嗰场几多黄牌噶？你细一怀疑过咧，其实我哋嘅三国时代系咪个个都好似战国巴萨啊咁样咧？冲出嚟砰一声，一成堆。我喂，听到吗 ？Hello，Hello，Hello。哇，咁佢都派开台啦！净系一个半场都输咗，唔系就已经五个黄牌啦！黐线，咁夸张。两队加埋啊，好夸张！呢场波打交咁嘅两队，疯狂铲人啊！大家都万几人睇紧。哎呀，哥斯达只脚唔够长啊，差少少差到个波就入啦。哇，真先我个有新波衫铺开，而家去买有九折喎。咩系咁正？系啊。系有冇拎？旺角洗衣街金鸡商场23楼。乜地址？买两件有八折，咁熟嘅系咪？金星下边啊，定金星上边？我唔知啊，金鸡商场咯，桌球哦，金鸡，我啲金鸡商场出边系有小巴翻香港仔屋嗰度咯，我净记得。拜华拉提先。Hello，Hello。啊。好似哥斯达入咗波喎，系咪？唔系啊，冇入波啊，佢只脚唔够长啊。哦，真系差捻住啊，争啲。会射哦，但系眼好少咋，个波争啲啲就督入到啦。三国志十，三国志战记系咪 PS2 独家噶？系啊，以前系咯，以前系。嗯。
我喺 PSP 我都玩唔到喎。冇噶冇噶，好旧噶啦，好旧噶啦，冇噶依家。Oh man！ 依家玩唔到噶啦。可以拎埋去，拎埋热下体会去印啦咁样。印都有特价，咁正。唔知道个 friend 问紧。喷紧。激励佢先，呢只 game 好旧噶啦 ，PSC 系嗰阵时未出嘅，所以都冇啦。已经六张黄牌啦，系。啱啱思维四十啦，四十六分钟嘅。咁多张，好狼胎咯！好似打咩咁喎？打烂仔胶咁喎！埋车仔呢场波咧，半场十一个角球啊！系黐线嘅，未见过角球开到咁样耐，上半场就哇5-0嘅呢场嘢，三连锁。可以食埋呢度，吕布呢一度咧有假相，好似有假相关系吕布加盟牛皮嘅，系可以令到吕布加盟牛皮。佢有啲 if 嘅路线嘅，但系要唔知爆个机一次先。又系啊，嗰啲系啊，有牌喎啲，有牌喎。吕布唔会即系半嚟嗰啲咯，类似系，所以好襟玩嘅只 game。马拉提都咁鬼贵嘅。但有一样嘢好笑嘅，你捉咗嗰啲人咧，说得佢之后咧，失败咧系会放走佢嘅。咪捉唔掂就杀佢咩？系咪讲唔掂就杀佢咩？佢呢个 game 会放翻佢俾你俾人打。咁好人嘅，咪全只 game 嘅将军都系男人嚟噶，有女而零咯，天，有女而零咯。点解突然间谂翻啲 A B 情节嘅我？有女二零啊！啊死啦！我调转模拟器，等一等我。啲战啲马乱晒，我连啲战法都睇唔到。等一等。因为模拟咁屎嘅，不如你问问得士借佢个模拟器用我啦。用 V C 嗰个。呢场波咧应该有红牌出现啊！咁夸张？咁快？半场六个黄，有四个系曼城噶。狂打交啊！佢哋阿朱，你打完交翻嚟啦。系啊，正轻轻松松又执唔到。仲要最好笑咧，曼城攞黄牌嗰四个咧，系成条中场线啊！边个系杜岛到底？杜岛咪罗马嗰个杜岛咯。多个杜岛噶，杜岛有一个系杜岛，杜岛边个杜岛？系罗马嗰个杜岛，巴西嗰个杜岛喎。唔系，仲有一个噶，有一个噶，咁鬼多道道嘅，有一个道道系踢日职噶，嗰个真系道道嚟咯，我都系道道啊 ，D U D U 啊嘛，睇下今次会唔会乱码先，呢个系 D O D O 啊，我系有个滴滴咯 ，D E D E 咯，系啊，咁即系个名唔同下，有个弟弟，有个道道，有个嘟嘟，有个弟弟。吓唔好乱买，饼就系香港有个打打，即系有个劈劈噶。香港有个打打，点解冇咗边个嘅呢对嘢？不过呢只 game 我最唔中意咧，就系呢只 game 咧，教学关系飞唔到嘅。我明明识玩嘅，都要玩教学关。文尼斯去咗边啊？唔好识玩啦，宗师你会输噶。你睇下先，我哇好劲噶呢只 game， 以前呢度有四，都买文尼斯。呢度有五个主角嘅，牛皮。你乖乖地啦，宗师。牛皮、曹操、孙权同埋吕布，我嗰时玩到吕布噶。哎呀，终于唔乱买啦！呢个字唔乱买啦，好兴奋啦！呢个模拟器可以唔乱买啦。唉，可以发挥最大实力啦。乱买先好啊。乱买睇唔明啊我。就系睇唔明先可以畅心所欲咁玩啊！我连学都连法都学唔到，佢有鬼神单骑土嘅黐线啊！真系一个人自己冲入去喎，够好 Q 多喎！佢有鬼神单骑土啊！佢真系屈机啊！
如果大家的户口个马会户口有钱，我推介去买国球大依家买车仔嗰阵。国球大。黐线，上半场十一个国球，神经已经。记得皇马最劲开到廿几个、廿二个。哇，夸张。系啊，因为系咁落底嘛，巴尔同阿D 朗。我咁啊系，得。刘皮系咪最贵？有 Jason 之后就冇国球呢样嘢啦，屌。好废啊！但佢入咗球上，即系极。佢入咗球之后，你就潜咗水啦，真系你咁咪。唔系，真系潜咗水，真系得一两下货仔。个人认为五国系最废嘅呢只 game 度，因为佢系以攻战为主。但系如果你中意拉弹战术咧，攻战为主咪即系咩咯？黄盖咯，啊唔系黄盖黄忠咯，咪系咯吴国嗰批咯。佢如果你中意拉打战术嚟讲咧，吴国系好啱嘅，系就如射箭飞往雅典，有冇听过？就如射箭飞往雅典咁远，飞到咁远，冇听过嗰只歌咩 ？TVB 嗰班人唱歌喎，系咩？一铺星巨袋。一齐攻击，因为刘皮有关羽同张飞呢两个赵云嗰堆咧，真系完全三国无双嗰啲碌嚟噶，所以佢哋全部好劲噶。三国无双推崇系刘皮噶嘛，所以刘皮一定系最劲噶。佢又有刘皮，又有吕布，又有刘皮，又有赵云，又有马超，又有黄忠嗰批咧屈机啊！最快系吴国，因为三国无双最唔知就系吴国，我觉得。是近代才开始兴玩，即是有讲多些吴国的东西嘛，一直都只是讲刘备和曹操的。三国无双五之前都是吴国都是很 fucking care 的。是不是没什么人用的，没什么人理的那段时间。是现在开始推崇吴国即是最英明的嘛，吴国即是。即是吴国的嘛。说他们周瑜的嘛。还有说他守国守得很劲的嘛。即系点讲啊？佢守得好劲，如果唔系点会可以即系曹操同埋魏国同埋蜀国都死晒嘅时候，仲可以留喺即系仲可以留喺度咧？咁样即系而家开始世人有一啲人嘅谂法就系话，喂会唔会其实吴国即系最英明咧？喺嗰个开国嗰度嚟讲咁样，系都唔出奇。吴国仲要系咧喺三国入边最迟俾人灭嗰个嚟。系啊，最迟俾人灭啊嘛，而且。他是搞到南边很劲的嘛，所以后来令到后边咪有些朝代咪将个刀迁去南边的，就是这个时候造福了南边的经济起飞咯。这些人就问究竟是不是吴国那边又是真的最好的吴国那些，因为你北方本身一直北方那些是最发达的嘛，北方不同现在是南方最发达，北方最弱的嘛。以前北方是那些人因为打仗所以南迁，跟着将自己的东西带了过去，所以就变成南方更加是啦，变成更加发达咯。是啊，所以就想想那些人就在找回会不会是其实吴国搞即是他内外都搞得很好的嘛，那些水路啊运输那些呢搞得很好，是后期去到最后期吴国那批人那个不知孙不知什么孙浩那代开始先腐败啫嘛，其实佢啊，其实唔系，系嘛，孙浩啊嘛，其实咩啊，其实唔系北方好，唔系北方叫做经济好，系因为嗰阵时嗰、那个一直以嚟嗰个政治嘅中心系喺北边噶嘛，即系洛阳啊、河北嗰边噶嘛，咁变咗其实江南一直好富庶嘅，因为气候问题而种嘢啊嘛，咁但系因为山高皇帝远，咪变咗 fucking care 咯，仲要隔咗条长江添。所以后边就喺度谂紧，会唔会究竟系咪即系整得好，所以慢慢到佢哋唔掂嘅时候就褪过去咧咁咯。喂，谂下喎，坐地不嬲好正噶啦。刘备嗰边嗰啲蜀国系因为山地险要啫。同埋佢有五虎将，但系因为佢冇五虎将之后就系衰得好快噶嘛，即系衰落得。同埋冇咗诸葛亮之后，但系孙权嗰边系一直都有好多新嘅后起之秀上嚟噶嘛，譬如咩丁奉啊，
仲有丁凤啊，仲有嗰、那个其实金可唔可以金灵个仔啊？翻出嚟打机度啊？哦，都得，系咪听唔明我讲咩啊？我已经唔知道，我已经唔知嘅，我讲紧啲乜嘢？哇，好嘢！我成功用2900嘅士兵挡住咧人哋4300个人嘅进攻。打紧咩啊 ？Total War 嗰啲啊 ？Total War 罗马二。哦 ，Total War 罗马二，嗰啲人罗马二都算 OK 嘅喎。正啊，佢个细节都正咯。战系统嚟讲系唔错噶，不过其实佢个反导系统系唔够一啲旧 game 好咯，想讲。冇事，好过冇事。觉得佢个内政做得唔够好咯，唔够细致咯。不嬲都系啊 ，Total War，Total War 搞系好少内政啊，都要。系啊，打仗打得爽啊，得咯。哇，都明 Total War 嘅系打仗啦，点解仲搞内政？得最快最多品。Empire 先正啊，我玩 Empire 先讲。你要玩内政，应该系要玩呢个文明。啲人话系中世纪二同埋 Empire 系最正啊嘛。系啊，中世纪二系好正。唔系 Empire 嘅最正系有大炮啊！我嗰阵时1000×3000咧，我系对河嚟守啦。跟住我嗰啲大，我攞两支大炮怼住嗰个过河位装散弹，然之后两翼嗰啲怼晒啲步枪兵喺度。跟住因为对家冇大炮啊，佢都系咁冲过个河口位咧，就俾我攞个大炮攞弹轰落去，几十咁死。爆啲士气！唔系啊，系炸死晒佢哋啊！因为佢哋散弹啊嘛，即系你想象就系一支大炮咁大嘅散弹枪咯，喺度射嗰啲破片弹出咯。跟住嗰啲怼，我怼鬼住个河口啊嘛，跟住佢一过河就轰落去咯，几十咁死咯。吓！黐孖筋，打完之后嗰个过河嗰位瞓晒啲敌兵喺度，全部死晒。不过最正都系呢样嘢，套锅仔一样震撼感。系啊，咁系去罗马而家冇火器啊嘛，咁变咗靠弓箭同埋靠盾墙嚟挡。但罗马太夸张啦，罗马本身有先天优势，太夸张佢啲兵。罗马嗰只军团兵咧系黐线佬嚟嗰啲兵，都系罗马嗰啲太夸张，先进得好夸张嘛，先进得滞啊！佢罗马嗰只军团兵咧系冇任何天敌咯，即系对弓箭嘅话佢就有，佢系重步兵啦，系啊，对弓箭嘅话就可以开盾墙，对嗰啲骑兵又冲佢唔入，黐孖筋，所以系。都是啲屈機嘢嚟噶，攻防一體咯。仲有個先天優勝地點啊！嗰陣時其實係最先進嗰批嚟啊嘛。希臘嗰邊就全部都斯巴達勇士咁樣，希臘聯邦嗰啲全部都斯巴達。我覺得做一個男人做唔到斯巴達勇士嘅 level 咧，有我自己一個男人。咁你好斗惨喎，你日都要严酷咁样，要严酷训练喎，俾人掉上山崖生存唔知几多日喎，谂起好惨喎。呢种即系真正男人嘅生活啊！但系你喺香港做唔到斯巴达啊？呢个做唔到啦，系嘛？听你从来都唔觉得自己系男人，冇可能做到斯巴达咯，喺香港。香港做到斯巴达，你做教书嗰行咪惨过斯巴达咯？惨过斯巴达，教书都唔系话，教书系咩？我觉得教书都 ，PS game 嘅玩法几正啊？系啊，几正噶，得闲可以玩翻，得闲单玩，即系搵翻我嚟单翻嚟玩下咯。我俾个全名你啦，三个字字嘅，有两集嘅。依家打雷暴啊！依家听日食拉面都好喎、啊。有咩拉面？上次日本妹小姐都几好食喎，佢话煎面嘅甘味咯。O K。我话晏昼啊，听日其实唔去边度食啊？东大街嗰个。哦，你话我去东大街食。呢啲系搭地盖两分钟啫嘛，去柴湾啫嘛，通大街，筲箕湾嚟。筲箕湾过去要几耐啫？
唔係好快嘅啫嘛，個華蘭花算煩啊嘛，又奢侈又貴喎，啲窮唔窮？窮緊人家冇錢。兩個幾喎？兩個三都唔係錢咩？來回就六個六誒，來回就四個六噶啦。邊個叫我？合兵冇人叫你啊！冇 FF 咁多啦，死賊。F 有啲煙燻清咗啲兵佢咯。中意噶啦，佢哋應該哇正啊，好多黑兵啊！唔記得聽到啲企曬旗。一家咁上身啊！阿師，阿師聲東擊西定係演武社擊擊？即係有三個鐘食飯，有兩個鐘打籃球啊！佢哇咁正！誒粉粉今日有冇玩Mobile Cup？冇啊，冇點玩。我睇咗部好黐線、好黐線嘅嘢出嚟，你見唔見到我 send 咗落歐士啊？咁晏晝啊，邊個飛得好？邊可能飛得起啊？嗰架嘢？我用嗰架嘢最高時候殺到五個人啦，場入邊。你軍炸機定咩啊？嗰個係定點軍炸機咯。定點軍炸機，唔係戰鬥機。可以行嘅。可以周围走嘅，不过就转向好烦咯，即系行直线系完全唔紧要啊！我转向只要我只要收油之后领翻正最直行咯，唔可以一边行一边转啫嘛。轰炸机灵活先可以俾到炮火嗰、那个，而指轰炸机嚟嗰度系啊，我当而家轰炸机唔得个，个轰炸机飞得高高就炸埋啊嘛。以前二战唔系咁啊嘛，咁几时先可以开发到去轨道炮咧？啊，秒跟好快啫嘛 ，T 四秒。唉，我今日都唔得闲玩，听日先开始有得玩。我曹洪仲喺度，曹洪喂，嗰阵时对于曹洪嘅评价系咁低嘅，但系现代对曹洪，即系而家呢个 moment 对曹洪嘅评价好 Q 高。曹洪除了帮他老豆挡了嘢之外，我想不到仲有咩功绩。但系嗰阵时话佢系未本身系拣曹洪，唔系拣曹丕噶嘛。一路唔系曹洪已经死 Q 咗噶啦。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佢一直都系摆佢喺头先噶。大仔嘛，过你噶嘛，大仔嚟噶嘛，同埋佢话政绩都好相近啊。因为佢冇野心咯，系野心啊。但系佢死咗，佢帮老豆整完之后，有野心都冇用啊。我是不会帮曹操练兵的，俾我定。他说有几个仔都很劲的，有个曹，后边有个很劲的，曹丕后边有个仔又很劲，那三个字里面讲他，曹不知乜嘢，我唔记得咗。个评价又是很好的。咩事？咩啊？诶，有新免费游戏喎，我等于玩雷神喎。伏兵反客为主。玩唔玩雷神啊？我哋。下半场开波三十秒又有角球啊！我唔记得咗嗰个系曹咩，又系评价好 Q 高啊！哎呀，喺三国志嚟讲，后因为而家三国志咧，依家去到后期咧，已经冇嘢再写啦嘛。依家开始讲后三国时代嗰批咧，所以我哋好多都唔识噶，但系个评价好高啊，后世对薄超嗰啲系嘛？系啊，咩丁奉啊，仲有嗰啲咩曹操嗰边。哦，好啊，听朝早餐。咁快饮定听朝食咩咧？系啦，曹操嗰边都有好多圣人噶。不过我唔记得咗啦，啱，霎时间醒唔起。最劲咪霍超咯，四千人手陈仓啊嘛。都系，三个无双都有出过，有批后。黐线啊！开波未够一分钟，有两个角球啊！哇，太夸张。
依家车路士都打，你冇理由车路士而家都打咩咩？都照样系啊，系系慢少出威利安啊嘛，即系打赢咯。哦。车仔车就得两个角球啫嘛，曼城差十二个自己，两边系咁出波啊，詹士米啦，同阿斯华，系啊，劲夸张。答案系詹士米啦，咪坚尼米啦。两个出波之后俾车仔顶出界咯，我都系。哦。我系揿住车仔吊咯，今晚。吕布发挥咗武神又错，好夸张啊！又有角球啦，准备。真是谂住今晚到三点，梗唔系啦，我顶多十二点半到一点就瞓噶。你啲人唔系翻工咩？梗系要啦。食屎咩你？三点又有工作？三点我冇咯，我 upload Facebook 系嘅。冇。冇啊！三点真系冇，三点唔使瞓咧，三点要瞓噶。你从来都唔瞓觉嘅，你确定真系冇？咪顶多星期六。你系嗰种我永远不会给你睡的人。星期六咯，星期六咪会咯，但系星期一点得啊？翻工俾人打到飞起啊！唔系星期一翻工嘅，星期一系早个零钟咯，两点钟咯又。咁又真系好似早咗嘅，太早咯！俾吕布打依家，一骑头。佢呢个吕布系最 old school 嘅吕布。哇！咁靓六十二，粉靓六十二岁女子。吕布扣咗三千人，我得翻。不过咁都博到十二，真系阴功喎！要扭下出嚟射先。哇！又俾人扑到啦！搞错啦，咁鬼废啊！再见啦！陈登，真话，陈登，啱啱有个鬼佬话我部机 lice 晒，收皮啦，lice motherboard， 系 motherboard 转咗啦，转咗部飞机仔啊，
like 好似你咁零马达博，好似阿朱咁飞机仔。你老马达博 ，You once get 马达博 ，You forever have 马达博。啊，陷阵突击，好鬼劲！系推手啲人走啦！啊死啦我大佬！喂、啊、要救大佬啊！你睇咗未啊心？今日先出。Fuck again！ 啱啱有五条友，剩翻我一个，我赢咗最后。哈哈唔係，其實上網軍炸機幾正，如果冇人就攞得炮射你噶嘛。嗰啲人一係就殘廢，一係就喐唔到，一係就棘住喺石罅度咯。哇、哦，哥斯達！佢哋預我係即係，因為我殺曬唔曬五條友嘅，因為我頭匿得好埋啊，匿咗喺嗰啲邊緣成個地圖嘅邊緣位度，炸佢咯，壓唔到啊，就係揾唔到佢啊。跟住我咪慢慢硬咗過去個 base 度咯，降落翻落個 base 度咯，因為我機係冇降落嗰個機制噶嘛。陷阵型啊！啊我预系冇降落机制噶嘛，但我勉强降落到咯，佢摇下。你揿 shift 佢应该落到去嘅。降唔到，推进器冇 shift 呢个功能。唔系佢揿低机头咯。你揿低机头落到去咯。我部機成部都是成部都係個 Helium 嚟噶，成部機都係 Helium 砌出嚟嘅。咁你抵你死啦！就算我壓到落去喎，部機未損毀嘅情況下，你又唔係氣球，你咁多 Helium 做乜啫？我要浮起咯。你淨係浮起喎，唔係飛起喎，你浮起喎。Helium 加推進器啊嘛。咪浮起咯，咁样就系浮起，唔系飞起咯。飞起就系靠到尽你嘅力，即系飞上天。我系要浮起个机头咯，因为我机头太重嘅，我飞唔起啊嘛。要前面加多对翼噶嘛？你估？冇啊！我就要佢够细，我就要佢冇咗对翼都飞得到啊！我个设计，我因为我琴日琴日我哋咪加咗个，我哋队咪有个飞机嘅，我跟咗个指示型啦，但系好易俾人打爆啊！大架嘛，你飞高要飞高要炸，人哋飞一定嘅，且揸机揸得好啊！避弹避得好咯，我避唔到弹啦，自问就以前避头手炮好，头手炮避唔到。你飞，因为飞快啲，啲胶点推进器飞走啊，咁你射唔到。冇嘅，我研究过啦，推进器有限速嘅，即系你加到佢冇速够之后咧，佢就即系你加到几多都系冇用嘅。咁咪直飞上去咯，飞上啲。我琴日试咗加咗20个推进器落去，但系个速度冇变过。直飞上天咯，90步直飞上天咯。推进器系车先有用嘅啫。冇，直升机又飞有用喎，比较快喎，比较快咗，我觉得。快咗，又重咗，行路慢咗。咁我唔系直升机啊？仲大咗，阿朱又柒咗，冇错，变得好玩啲，吸玩啲，勾啲。好满意呢部机，但我觉得呢部机升唔到上，太实嘅，因为太少配件啦，实在。大家落哦，抽射 ，fuck you！ 哇，死啦呢铺！唔好问我，唔知二 level 点去。咩二 level 啊？咩二 level？ 装啊！系考烦，对你班对电脑一窍不通嘅粉肠嚟讲系极烦。咁啊？打咩？我唔系呢班粉肠，我起码我会去搞先咯。我唔会帮你升到64bit咯，好唔好？咩啊？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系粉肠啊！我啊，应该 friend 我真系。喂啊！咁都。我只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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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莫，我淨係用我直升機不斷 upgrade 我個升機咯，都係幫我設計咯。我個直升機未掉啊！嗰時仲有冇玩 Mobile Cup 啊？暫時未有，因為我而家玩緊另一隻。嗯，不過都好嘅，順便幫你。下个礼拜约我，但是吧，萬人敵，萬人敵都冇用啦，冇戰法點萬人敵啊，師傅。仲开紧台啊？系啊。但是，我而家部机防空机就系差咗少少咯，即系防自己以上嘅空域。你装电，你装啲能量板喺下面得咯。防空啊，即系我防，我喺我上边嘅机射落我度啊，即系我射唔翻佢啊。我你冇第二能力噶嘛？有，不过喺下边咯，因为我唔对地火对空啊嘛。因为我净系可以装一支炮，我个空间净系够装一支炮。你会装到支炮喺上面会死嘅，你食死嗰种埋一把都系唔使嘅难度。如果埋身嘅话，唔使嘅难度，死个系啊。引发唔到乱，因为佢系唔知过咗十格之后开始涨，好似啊，他哋翻嚟食咯。我譬如果玩飞机，我就玩翻战机船，战机船就成。喺度对地对空又得，对地又得。哦，那家都冇入波咯。哎，争少少嘢，啱一炮，嗰一炮我射咗出去之后就俾人杀咗，高炮唔计，但系我望落去条线系中嘅咯，即系临去到人个地面嗰部机嘅顶度就嗰一嗰炮就消失咗咯。激到我打氣，打四個都成咁。Yes， 打掂，可以 save 啊！依個 game 最無聊就係冇得 save。打咁死咗咪重新嚟過咯。係啊，一張未完之前係冇得 save， 九色啊嘛。呢啲 game 係極惡玩。系啊，但系呢只 game 好有吸引力噶，撞嚟撞去，系咁斩斩斩斩斩。衙门将军呢个名好 M K 啊！不过啲 C G 系真系好靓，当时嚟讲都系好靓，而家应该都不为过嘅 C G。曹操の定一の企みを知り、関羽など数人の仲間を連れ都を脱出。すまぬ、お前たちには苦労かけるな。吓死我，以为轻机添。哦，佢话我嘅级数只去到流表嘅咁。佢话真师只去到流表嘅级数嘅，大家点睇？
边个笑到咁夸张？睇紧啲。咁啊，我唔知点讲喎都。我玩个最章俾大家睇一睇先，咁啊，下次再玩埋本篇我哋。本篇有排玩嘅，我哋有排追你。好。但呢隻 game 好熱血嘅，我想同大家講，係同三國無雙嗰啲，即雖然係 call 而出，但呢隻 game 係同三國無雙嗰啲冇腦故事唔一樣，呢隻 game 好有好熱血嘅嗰啲故事係。